如果穆小曼可以出一个推广的帖子，想必会有很多男人都会去看的。就处置吧，就那么点事儿，我受够了。他你厉害的，我觉得你这会儿不是抢到了绣球，而是盖世功劳。你现在准备功成名就，名留青史，怎么着？是不是还准备受我一拜啊？我帮你啊，约一次封城郡。当真？真的？这是上次情书的事，我欠韩小姐的，心里一直不安。所以就真心想帮他一次。这韩小姐想封城郡，就跟穆姑娘想你文斌是一样的。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种感觉，君子成人之美嘛。啊，下不为例啊。